们这次来到台南的海线北将溪啊，这边应该是一个台湾传统几百年来很重要的一个渔业重镇。这个地方就是这么的有趣，它现在也还很多是传统的捕鱼方式，因为传统最不会伤害到自然。等一下要去的是一个最传统的科棚，在台南这边是几百年的传统，养活了几十代人哦，它一定有它存在的意义跟道理。哦，这个味道，这个味道很咸哦。哎，这风速有点太过大了。对，好冷哦，有点夸张。哎，这边这边。嗨，哎，好样哦，这个团队都是年轻人哎。你们就是采科人吗？我是采科人，我是养科第三代。那这些就是我的，就是工作上的伙伴。很奇怪，因为他们没有阿伯阿上啊，因为我们想象说采科嘛，就是那个阿嬷啦，笑脸的来来来，叫谁啊呢？然后这样子。我没有看过年轻人，比较少。七股的特有种，就是七股最有名的是黑面琵鹭，但是我们是比黑面琵鹭还要稀少的年轻人。我们知道采科，它也算是一个非常盛行的一个养殖业啦，传承已久。可是据我所知，很辛苦，很多年轻人，所以他宁可在台北都市、台南发展，都不愿意回来。我比较好奇的是，所以我今天看到你们的时候，我想，怎么这么样，很有活力？对，对，为什么？我们家是自己本身就是在这里落地生根的家族这样子，所以我是一个回来返乡的青年这样子。哦，所以你也是出去然后再回来这样子？没有，我大学毕业就回来了，直接回来，所以其实从小就有在帮忙。我说实话，你是被逼的。没有，但老实说，一开始我觉得这个产业那时候看到是蛮兴盛的，觉得好像有赚钱，但回来其实好像不是如此。所以真的有没落吗？有，包括养殖环境，还有整个产业都是整个都在走下坡。对，因为这个产业一定是相当的辛苦。对啊，阳光一下去我就觉得好冷。对。所以现在是科的采收期了吗？现在其实已经算是过了那个盛产的季节，现在都是在一个育苗还有准备的阶段而已。哦，了解。这个是椅子吗？对，就是废水管，对不对？对，这是我们底下这个浇法的水管，它可能年久失修之后，就把它锯断，然后穿上我们绑鹅要用的绳子，就可以做成一张椅子。好做，一个海废的利用，坐起来屁股很棒，真的。好，出发。那我们其实只要三分钟。对啊，他说在前面而已。就在内海啊。这个是潮的，它是水路，就人工开凿的水路。哦，人工开凿的水路。你说这一整条这样就是叫潮沟，一边是连就是内海，然后一边就通人文系统。所以这个潮沟是从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经开采出来的。民国大概57到63年的，它这个潮沟其实是为了旁边很多渔翁嘛，他们的水是用这个潮沟去引进。哦，去引进跟控制。哦，那要耗费多少人？要。其实商业规划是重要的，而且它是几十年来一直在利用，所以它当年规划好做大是很重要的。所以到现在，我看应该也没太大的改变。地景跟当年的渔业方式应该都没变。渔翁有一些转变了，是最早的时候可能大家养。现在这边是阳光的，风格比较多。到了，这样子就这样一棚，一棚很大哎。但说实话，它一棚应该也没多少棵吧？很多呢，算有十个。大概可以，如果带壳的话，带3-5千斤。3-5千，大概就是差不多2公吨应该有。Oh my god， 都是钱，厨师在算成本了。我们可以看到这边，其实我们都打活结，所以一拆它就掉了。啊，如果你放掉，它就下去了。对，它就下去了。那下去怎么办？下去就捞不到了。啊，对。哇、哦，好肥美哦！这个从苗到这么大多久？大概一年的时间，所以我们几年一收了，对，一年一收。因为台湾我们是一年四季，我们都吃得到青稞，对啊，所以它到底有没有季节？其实我们认知的蚵仔，它其实是寒带的生物，但是我们台湾刚好相反，冬天的时候就是感受到东北季风，它觉得它自己有危险，它会赶快把它肚子里面的精卵都吐到水里面去，所以反而是我们在台湾在冬天反而吃不到比较肥美的蚵仔。哦，记得哦，台湾的蚵仔的
盛产多少寸？就是夏天。来，对对对，我要戴手套开始采。好，来，我等一下快点吃。这重量，好重哦。好可爱哦！对，好肥美哦，用可爱来形容。我要吃。海豚。哎，为什么它就这样放着的啊？是藻类，它其实鹅啊上面它会附着很多，因为其实我们这样绑它，其实很像一个天然的人工鱼胶一样。它其实很多生物，珊瑚、藻类、海葵什么都会长在上面，会附着在上面。哎，我这个我都当了。哇！哇，那一串特别大串，好重哦。为什么你那一串好胖哦？那你们都喊重了。你那个到底怎么回事？你给我讲清楚。说轻的收啊。用力，用力啊！哎，我连拉都拉不起来。哎，好重哦！哎，这样有几公斤啊？一串大概都差不多五公斤上下。我跟你说，你这样觉得重，对不对？如果你在市场买，你这个可能大概就一袋一小袋这样，搞不好二三十颗这样子。对。哦，好辛苦哦。我这样说啊，如果你放切超一点，大概可以做到五盘左右的蚵仔煎而已。其实没有差不多。鹅啊，收上来之后，我们可以挖起来给大家看看。怎么样？啊，这样就剪掉了。对，马上把它剪掉。这样就是我们市面上看到的烤鹅，对，烤鹅啊，这样所以就是一颗。嗯。对，一颗鹅啊，它其实很像是一个水滴的形状。对。那开口会在比较圆弧的这一边，那它尾巴会在尖端这一边。对。那如果你们有去过东石，看到他们是会从后面这边把它撬开。对。那我们七股这边的方法是会从开口这边。为什么？是每一个手法不一样，但其实都有人这样做。有，我开了，好新鲜哦。我是不是有问题啊？可能不够用力。我怕钻到我自己的手，哎，会不会？还是我这个给你。啊、有了，我们要用刀子把它壳上面的闭壳肌划断。要背住。对。哦。左右稍微刮一下，你就会觉得壳慢慢被你刮开。我刮坏了，没关系，还可以，因为它背着它粘在这边。刚开完的壳啊，它是一个很透明的那种感觉的。但是因为它现在把它体内那些精子什么都排光了。哦。对，那我们吃，其实鹅啊的鲜甜的味道就是来自它的这个生殖草，所以它现在3B8。对，我们吃起来可能就是会比较咸，然后没有那么甜这样。就有个海味的。对，比较瘦。先吃再说。待会再把这一棚绑回去，我感到它其实好像有点瘦。嗯，不给没，不给没。哦，好吃好吃。哦，可是那个咸过以后，鹅啊的香味就来了。对，而且它会在你的嘴巴停留很久。嗯，不到脆啦。哎，多吃哎，好吃。今天吃到可能就只能吃到它的口感，但是那个鲜甜度没有很够。这其实就没有到我们预期的这个肥度，我们就把它绑回去。今天太冷了。鹅啊其实比较怕温差大，像这种我们季节交替的时候，它其实就会比较容易生病，然后会死掉，所以它还是风险性很高啊。对，还是有风险。后天吃饭。对对对对。今天整个感受很棒，它就是一个极其干净、极其棒的养殖环境。这些水产你一定要养在这样干净的环境，我们吃起来才安心。那虽然说我们今天的整个状态天气比较冷，我们的壳并非那样的肥美。可是透过这样的身体力行的感受，包含环境各式各样不同的观察，你可以感受到这区养殖业它是健康跟活化的。现在是年轻一代人他们在养科，他们有他们的想法跟他们希望达成的方式，再加上他们好的行销合作，可以让人看得到未来的好的一种商业模式。台南人啊，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个属于他们自己的美食，他们都会觉得他们家的巷仔内底美食上好食。但是今日要甲大家介绍一间呢，是算讲巷仔尾内底咱青昆生的乌底。我跟你讲，现在已经下午都一点多，过了用餐时间了，现在里面满满的人潮，然后外面也是停满车。在这个宁静的小渔港里面，这里有一间非常多人的蚵仔底。每桌据说是坐满。所以呢，我们按惯例要来排队一下下。大刚买的吗？大刚就这人哦。今天起来真的摆。今天算比较少的。啊，是遇到专工来买。我有高阳啊。高阳。哦，放假有经验啊，会来遐画一下，啊，顺便来遮食下。哦，顺便来买遮下午茶。圣公节包套行程了，对。对啦。你用推荐啥？我这都有加点加丝很好。加丝。啊，它的炸那个无锅鱼。
他都不光是孩子。安尼好，安尼我照你的这个菜单落去做。来了来了，哇！谢谢谢谢小帅弟，我是乌鱼子的。乌鱼子的，哦对，我没有听过乌鱼子的。拿拎刀叫乌娘，他、啊、在想这种进熊，哦对，一天大概这样卖几个？400-500个吧。哇哇哇！这边才有的虾酥，虾酥，这个是小卷酥。哇哇，恭喜在地的。哇，谢谢谢谢。你看那个蚵仔香是整个炸出来的，爆米。其实我很怕吃那种很炸，会有那个油腻，可是它这个完全不会。哎，它那个蚵仔的香味好重哦，就青的啊，哎，你看青蚵仔这样的话都浸熟，它都起来蚵仔啊，就是新鲜到很不像有炸过的，就很像是整颗新鲜的直接放进去。这个乌鱼子干贝蚵仔，这个太海派了吧，这个。你看乌鱼子配蚵仔这么合适，在里面搭配的刚刚好，而且还可以吃到那个干贝的嚼劲。哦，口感好多哦，这个蚵仔舒服。虾子要加一下他们的胡椒。一般好像比较常吃炸西虾，这种炸海虾好像比较少吃。哦，好脆哦，完全不油腻哎，而且是真的可以吃到里面的虾肉。好厉害哦，这个必点啊。它这个炸工很厉害，完全不会油腻，每一样都很好吃。有机会来清风生一定要来这边吃好吃的蚵仔。北将七珍，因为它的水质很好，所以它这边养殖业非常非常的发达。哦，那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个很特别的养殖业，跟一般的不大一样。走走。哎，这个有路吗？有啊，小心走。到底是什么养殖法？小心一点。有看到人了？人在那边。大哥，啊你人在吃哦？啊你是在在叫啥？看有收到金马无？收金马。啊，还有一倍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不是说养殖场？这就是养殖场吗？这不是啊，这看起来像出海口。将军溪的出海口一倍，一倍啊！这个跟我们养殖那个，它是我们养殖场的很重要的角色。哦，很像小蛋菜。对，可以哦，可以啊。啊，这我们能可以吃吗？这可以，但是要等它大一点。所以鱼吃它？不是，这个主要在我们养殖场蓄水池里面，就是负责过滤水池。我懂了，因为他们是吸取水中的那些藻类、浮游生物，浮游生物啊，微型海洋生物啊，他们都会吃，好玩哦、所以要抓这个回去放在我们的过滤池，让水质维持好的状态。对，哎、欸，好聪明哦，这是全生态养殖的方法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因为很多人都会放一些可能沙，我不知道什么过滤器啊，什么消化菌啊，放药啊，对对对，下去。然后我们老板坚持不用药。那我们现在要把这拿去放了吗？对，这个要拿过去放。Okay、我外倒给我。然后另外一个是空的，不用看了。套懂，我喜欢。这个就是你们的养殖场喽。对。里面养什么啊？很多种物种。我有听说过，鱼比较多吗？比较多，什么龙胆石斑啊，丝木鱼啊，龙胆石斑，啊，鲈鱼也有了，乌鱼也有，哇，哇，这一吃很贵，所以我们今天要吃什么是不掉的意思就对了。刚刚那几样听起来都没办法有啊，好，看看看看，哇，这浮台好棒哦，嘿，大哥，嗨，你好，这位就是我们这个养殖池的老板，不是老板，长工，啊，长工，我喜欢。啊，这个我们就直接放进去里面的吗？对，我们会先把它暂时放在这。它在我们池子里面的作用其实是滤食者，它是最天然的净水器。哦，所以你可以发现，我们池子里面的水质能见度很高，就是有了鱼贝跟蚵仔。海水清净，这边还有养蚵仔？有有有。其实我们现在在做的叫丹顶牡蛎。我们台湾原本的蚵仔都是鬼拍，对对对。可是你可以发现到说，一整串其实它的第一个它的成长程度啊，是效果不是那么好，而且不好掌控。对，而且在国外一般来做都是做单体，养得很好，而且重点是它还可以帮我
过滤水质，可以看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这个是我们九月份的哦，才刚放去没多久，小粒的。你看啊，就是这样一颗一颗。哦，好，它跟我们以前认识的鹅啊长得不太一样。对。哦，在网子里面养。三滴母粒。哇，你看，有大颗的呢。这个很大嘞。一般正常都是一串。对啊。那一串的话，它会被挤压，所以我们正常看到的鹅啊是比较。瘦长型，对对瘦长型，而且会歪歪扁扁的，规则，对，对。那我们单体养出来的，它就比较成规则。但它比较常听到的是法国生蚝，对，日本生蚝，以这个大小，它们大概需要成长三年，三年才能这么大，三年才这么大，因为它们法国生蚝，它们在比较寒冷的地区，所以比较慢。可是，在台湾，像这个，一年六个月。六个月，对，所以这是我们刚投放的，我预计明年中秋节要发展大的生蚝。我觉得我们可以先定，明天中秋节烤肉，跟拖鞋一样大，跟拖鞋。有办法吗？有机会，二霉贝它只要一受到环境的紧迫影响，不管是风大然后干嘛，它就排精排卵。哦，紧张就先赶快生小孩，所以它就会变成比较瘦。散散。哦，它因为这两天刚好寒流来。所以我们大概可以顺便开开看，看是胖还是瘦？对，哇，你看瘦了。我们正常鹅啊，它应该是乳白色的。对，阿罗伯母鸭。对，这个大概是上礼拜有一波寒流啊，有知道四季另外一波。对，所以有白的白的。哦，有看到有看到。对，这个就比较白了。这个我们在讲究大概有七八分。哦，刚好三个阶段。哦，这个最瘦的，中瘦的。啊，这有点肥的。有点肥的。在冬天来讲的话，我们台湾的母鸡大概都在这个阶段。哦，对，那我们希望说在牛里面提供给它一个比较稳定的环境，是，让它至少可以维持在一定的程度。嗯，老板他做了一个创举，叫做把单体养殖放到池塘里面来养。对，没错。难怪我听说老板拿过全台湾最厉害农渔业最强的神农奖。哦，所以你是神农？神农，尝百草还没尝完。所以还活着。我们可以先尝个牡蛎。可以可以可以。那你吃这个肥的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来，不介，可以了。好棒哦！天哪！哎，阿姐，这是我们出外景这么久以来，好像最肥的一颗。真的，刚才差点掉下去，还好我接回来。它的口感是脆的，咸的，甜的，咸的。那个咸会升华成甜味，超好吃。做成的丁耶。嗯，这个主要是它的口感，脆的，真的好吃，真的好吃，很甜。老板一直说，一直开，忍不住了，再来开一个。好奖，一定要好奖。我们吃鱼啊，鱼要来这块，你来吃多久？这个池子最大的特点是，我们一个池子里面有三四十种不同的鱼。三四十种怎么养啊？这就是我们开创的生物链养，我们从掠食者一路养到了绿食者。哇，这是他们的饵料吗？这一定都是钓很大的鱼。哦，你有看到水在翻动？有吗？我们今天刚好也要出货了，所以请你们来打工帮忙一下。这个应该是钓龙胆石斑的等级啊。对，哦，是不是？你小心，老板会往后拉。你们看那个姿势，来来。好啊！等一下，哎，好像很重哦。两个不大，看起来很重哎。放生等级的，我不是把绳子拉成这样。我也觉得，这个我不见得拉得起来，我很怕那个线断掉。啊！我也是，我也是。来来来。来来，我等一下，真的是放生的，这么大只怎么会是放生啊？啊，忙啊！不用忙啊！有没有？好吃哦！我妈呀，刚那个一口就吞了，难怪。这个有几公斤？这只有没有二十？该差不多哦，差不多二十。好，这有比我家的狗小只一点点。我们是三十斤才会放上来。他要现在要把他那个钩子解开。有公钩吗？没有。没有没有，就把它放回去。因为为了怕避免受伤，所以我们用的鱼钩都是没有倒刺。那个倒钩磨掉。对对对，正常的出货状况就是这样。哦，所以一只一只钓，一只一只钓。我以为会是捞的或者。没有，因为我们里面有太多种不同的鱼。今天如果是捞上来的话，其他的物种会被伤害到。哎，没那个鬼啊，都看见没？人家看那干头，一去就去了。这么快！哦哦，这只，这只应该有机会。
有的25。哎，他们非常活跃哎、欸。这只有比较大哦。这个是下夹，勾在真正最好。这个是标准的，称一下，称一下，真的。哦，有27。好，可以。哦，27可以。刚有跟你们介绍过哈，我们对这只鱼最友善的做法是什么？这个叫活地啦。对，就是破坏它的脑下垂体，一插进去就 OK 了。有没有看到？大概一瞬间，这只鱼现在已经脑死了。对 ，OK， 它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知觉，就不会有痛楚了。Okay. 所以这个是欧盟认可最友善的一种我们屠宰方式。是、okay. ，因为我们要避免动物它们觉得紧迫、难过，对，受伤会痛。因为它牺牲了自己，成就了我们。对，所以我们要善待它。一方面就是让这个鱼的痛就是降到最低，然后一方面又让它的肉保持最鲜美的状态。我把这个鱼养得这么好，我会希望它可以在最少的痛苦中让它的生命是有价值的。感觉好紧张哦。不用太远，静静的就好。好好，2分钟没上来，推下去了。慢点！人下去的话，鱼会来咬吗？啊，不会，但是你手放下去会。哦，嗯，走了，那走了。哎，慢点！不行啊，我还没开始。大师，你慢点！哎，你有没有在拉？有啊，我绝不动的。哎，那我不敢掉。是剪线机坏掉吗？我刚没听到了，我掉下去，整个人就被拉过去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你有拿过金马奖啊？有，但是也可以上来。哦，可以啊。你知道真的很可怕、哦，我丢下去，我才干嘛在调完准备，然后他就拉了，然后我就整个人飞起。三十斤啊！耶、yeah! ！哇！这真的很重，我不开玩笑。这一只在我们里面算是中型的。哦，算比较中型。对，那一般正常都是30斤上，我们要开始开始捕捉。你跟我说好。不要，我还有我甩，然后你一步一步跟我说，你会压就压。我在这边觉得好害怕哦。你们真的要离远一点，放出去，手放开，好，赶快赶紧，变过去，快变！这样啊！啊！真的！我的手都进去了。哇！嗯，没了，对不对？没了。嗯，刚刚掐到我的手指头。你是要看医生？你手指头变形了？掐到手指头了，没有，还好他没有拉哈拉的话，我这只可能就拜拜了、欸。啊，好恐怖！你帮我丢好了。我刚刚就说要帮你丢了。他叫我压那个，我不知道怎么进去了。我觉得好害怕哦。好痛哦！好快，主任去接手，快快。好来，可以。天哪，我说，你看我打你了。等一下啊，我要转对不对？对，你要转。我转到这里。对。你看，杆子往上抬。往上。好，往上抬。对对对。对，来，再上来。对，然后快上来，然后卷上来，小朋友，小只的小只，这只又翻了，又翻了，吃来，哦，这真的很小只哎，我的手红了，老大，好痛哦，本来就受伤，现在红了，好，我今天先讲好了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们其实去过蛮多渔温跟养殖池，嗯。他们正常都会有马达在打水面上打球，这为什么没有？那个啪啦啪啦啪啦，对啊，是你们这边有，但是都没有在打哎、欸。对啊，其实你现在看到那些水车都坏掉了，因为已经整整6年没有动过。水车是一个很耗油的产业，要吃电。一台水车一个月就要2500，这个池子的大小，4台，大概6台。6台，有没有发现说我们中间有一个圆圆的东西？对，有一个气球。那其实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一个增氧设备、哦。那我们这一台。取代所有的水车，一个月电费300块一兆。一颗，那一台它怎么把氧气弄进去？这台它的造流方式是底层水，嗯，然后一直在扰动。它是一直在扰动，所以它可以加速我们池子里面的有机物的消化跟分解。因为它把它拉起来，我们的池子能见度为什么这么好？水是干净。在养殖过程当中，真正的耗氧的不是我们养的更加，是藻类。其实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希望可以做得更多。像我们现在就运用了余温，最不缺的三个自然元素：风、光与水。我们去做自主发电，所以我们是现在全世界唯一做到负碳排的养殖方式。超强！负碳排很厉害。对啊，当大家还在追求净零碳排的时候，其实台湾。我们已经走在前面了。负碳排这种事情，那以前我觉得是痴人做梦，但我今天听到，我觉得天哪，台湾做到这件事了。我就是把大海
布置到我的养殖场。对啊，这就是你们现在看到的喷漆。透过简单的方式达成电力的蓄积，再把这些电力用在它的余温上面。其实它整个余温根本没有用到任何真正台电的电，表示它达成了一个最重要的经济循环。这经济循环是你把大自然的力量用在你的商业的余温里面，它应该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创举。来到台南呢，你千万不能错过这个三大食材。是哪三大呢？就是狗母鱼、鳝鱼，还有这个火烧虾。我跟你说，火烧虾厉害了，你也许吃过它，可是你一定没有看过它是怎么处理的。今天呢，我就约好了我的阿秋姐来跟她学习一下我们神秘的火烧虾。阿秋姐，嗨，你好，嗨，你好，哇，等待处理啊哈，哎，对啊，啊，这是三位辣妹哦哈，对，阿太阿妈，阿妈真水。那哇，谢谢。啊，拢是姊妹啊，呢吼。对啊。啊，你即马在剥壳啊，吼。对啊，这个是要拍虾啊干啊，啊，这会当做虾仁，然后买当做虾干啊，火烧虾虾饭，就是用火烧虾仁来去做。啊，咱这火烧虾干，就较适合用炒菜、炒饭、煮面拢会使。小夸欠胖就错，就很厉害了。对。哇，阿秋姐这样是一只一只这样剥。这虾啊，得爱安尼一尾一尾白啊，一尾一尾皮啊。真高工啦，就高工，啊，搁爱家己抓沙金啦，抓沙金就是，这条就是伊的沙场啊。哦，对啊，伊这若无溜起来，伊的沙啊，青青青是伊的虾膏，嗯，这就是虾啊，就是代表它肥美啊。哇，你安尼一工要用几只啊？哦，都歹算诶。安尼，我今日来甲你小倒卡手者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我甲你教，这个要你，啊，你会晓未？我应该是未晓。啊，无你用空诶，好啊。用空的，因为我平常喜欢用嘴较紧。好，我也是用安尼背。那是会使啊。哦，从旁边这样剥开。嘿，差不多一半加就会使啊。嘿，我们是先剥身体，再剥头。对。不好弄呢，手残呢。不是啦，手较长。啊，你有押金无？哎，无呢。哎，押金啊。这个这样插进去。哎，对。哎，这样子就拔开了。嘿，哇，这个就是它的那个沙场。对。哦，有了。很难呢，手会颤呢。所以爱轻轻啊，啊不然会断骨。你要保持它的完整。对啊，对啊。就困难了呢。看起来很简单，但每个都是功夫，它那都是几十年下来练就的，这不是一两天就学得会。你要拿这样。在中间吃呢，安尼安尼。哎呀，我麦都好苦，我拼丢了。触鼻头。啊，你今麦得安尼解溜起来，安尼就好啊。啊好，哦，我会慢慢越来越快。哦，你安尼用几档啊？哦，我咧今做十几档啊呢。哎呦喂啊，这个要快不容易。你唔捌做过啊，所以较袂晓啊。你若食饿，你就做够个啊。我再带一个月，我就厉害。阿秋姐，啊，今麦这火烧虾的价小差不多偌济？现在差不多在1600，哇，很好价呢。欸，这样会不会有假货啊？是没啦，就是说不管什么虾都是让做虾干，啊，不过伊火烧虾就是有伊特别的风味，就是伊会较香、较甜，所以很多人客就是说要吃火烧虾干呢。嘿，有种那种吃了就回不去了，太好吃了。真的，咱外口一般的干货店都是看到的是虾米，它无火烧虾干，因为当然我这边才较有哦。真的哦，真的。我靠，买无。这是阮家的名产。啊好，我今日爱买几包等你托我。好多来遮看几落斤呢。我今日到火烧虾的季节时，家家户户差不多拢是咧捧虾干。哇，对。安尼经过遮拢是拢虾爱捧你。真的，真的。愈惊愈枵，越走越饿。啊，是安怎一开始会有这种？火烧虾虾干出现，阮车公先才是一个小渔港啊，啊伊在特海的人足多，啊你爱物件嘛足多啊，即拢无冰箱对无吼，啊个拢爱用晒的起来存放安尼。哦，原来是安尼哦。所以这是古早味的。嘿，真正是古早味的。等下我请你吃虾啊干，真正好你吃无同款的滋味。好啊。应该有剥了大概一个小时吧，我已经整个腰酸背痛，我没有办法想象那个。
阿嬷已经年纪这么大了，她还有办法播一整天。虽然看起来很简单平凡无奇，但是因为也只是这样的简单的行为，就是慢慢撑起了一个家庭的一个经济来源，让火烧虾可以让更多人吃到。辛苦阿嬷，哇！谢谢谢谢。哇，我好幸福哦！工作两个小时就可以吃这样子。哎，今天就辛苦哎，你看呢？对啊。好澎湃哦，全部都是火烧虾料理。有一种饿是阿嬷觉得你很饿，因为我们刚刚有没有想说两道菜就好，然后阿嬷直接变出一桌。这是几年吗？这是虾干。哦，很到位的虾饺菜。有哎，很香哎。黑瓜黑瓜，让你大家拢做干。好，水啊，水水水，越嚼越香。对啊，所以我甲你讲，迄火烧虾个是特色的耶。咱拢无淋咸酱，啊，跟咱的切切炒安尼嘛。煮对也咸味，这道我最喜欢。我平常时在厝内嘛，炒一道。对，啊，你有黑瓜有炒。火烧虾高丽菜，对，最喜欢的。哦，够香嘞，不错。哎，我那炒菜拢闻到一淡嘛，这炒菜怎么讲？对啊，啊，这是虾仁啊。好吗？哦，很厉害，好脆啊！伊的脆度就是伊天然的脆度，它没有花泡过，嗯，都是原味的。现在虾啊，就是都满满的虾膏，你看。真的，这就是刚刚在剥的那个。对，它是还没有煮的时候是黑色的，啊，煮起来就红了。你哪来加一点啊？加几滴盐，不然直接错过。真的，就是喜欢这种家常菜，很温暖的感觉。我们 stand by 好了，我们现在要干嘛呢？科捆，科捆就是说要把剩下池底的东西抓干净，抓干净之后，我们就是准备去晒了，这样。所以很多渔翁必须要做晒池的动作，等于是有点像翻土消毒啊，然后让它晒干，隔年之后再重新放。是是是，重新整理。对对对，我们现在水很多的状况呢，我们会有大网下去围，对不对？哦。那围完之后呢，一定会有漏网之鱼、漏网之虾。啊，我们现在就要去把剩下的抓起来。Q 蓝山的 ，Q 蓝山，对对对，可能会出现什么？我这边主要经济物种是乌鱼跟白虾。那我为了要让这两个东西养得更好，所以我要加入很多工作鱼、工作虾，像比如说石目鱼啦、泰国虾、石斑、昂沙，对，可以可以可以。我要红沙，帮我抓一点，抓一点。再听下去是我们的了吗？对对，听下去是抓到我们的。对，我们现在目标是在过去那一次。OK， 啊，因为呢可能会有黑面皮鹭，所以我们就慢慢前进。你看看。他平时在吃东西，他们在吃饭耶。游泳游泳，整出整出。哎呦，后面停！完了完了完了！小心点啊！我们太大声了。啊，哎，真的很多哎，各式各样的。来来，这个头顶还有黑面皮鹭，我是生殖的。好棒哦，这边真的是黑面皮鹭的天堂哎。嗯。你可以多进去，很棒很棒。真的小心手滚下去就好笑了，这个啊哈，哦，好深哦，小心手，小心手，绝了，啊，怎么样？先收蜈蚣，对，我们先收这个，它的收的口在那里，所以我们就直接把这边拉上岸。那我这边也是从这边拉上岸的，对对。啊，那后面那个要拉掉，对不对？这边也要拉掉，它这个是单开口的。我看到有在跳了，有在跳了，哇，下下很有意思，后面走，对。然后往下摆，边收边叠，篓子来，篓子来，内内内内内，我们到那边弄给大家看，啊，这还怕推的吗？我还有鱼耶，啊，有啊，往下下下，耶，晚餐，晚餐，很大只，不错呢，它的虾子比较好哎，哎，这边继续，这边继续，我们从中间拉起来，然后这一车往那边推，这一车往这边推，好，那我坐这一边，哇。来，六六，拉开拉开，六，哇，好多哦，妈呀，好，好肥哦，这虾子都是大的哦，这边还有，这边还有，来来来来，我过去，我过去，大丰收，哇，来放黑哦，放黑哦，哦哦
好大只的啦，好多哦，看起来好好吃哦，好可口哦，它有点红红的感觉，嗯，那好嫩哦。哦，我先把它放过去。是要双面收还是一样双面收？哦，抓下抓下抓下，哇！哎，很多哎，对，嗯，太大只的了，哇！我是水班呐，哎，水班，这个要怎么？这一次是我的工作，一样，我们把它移动过去。等一下，阿美，你那边等我，我要去收那只石斑。这是我的工作鱼。工作鱼。嗯，就是说呢，因为可能下次会生病嘛，跑得慢的啦，就先被石斑吃掉。等我，等我，等我。石斑在这里。这只石斑应该七八斤有吧？有。来，我先把你转开，按你负责放下去。那放回去吧。我会把它集中起来继续养，因为这样龙胆石斑至少要20斤才是上市体系。嗯。所以这个来讲还不到。OK， 好。哇，太好太好了，漂亮漂亮漂亮哎、欸，这一只拿给大家看一下。小心小心。你确定拿得起来？哦，对对对，不是，不是，好重，好重，很重，好不好？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哎、欸，那一只吨位，不要再分了，再分我。不是，它很有活力，你看，等一下，蓝色来了，你看，会做嘴的，长大的。龙胆石斑当工作鱼哦。对啊，哎、欸，你们好奢侈哦，对啊。叫欲罢不能，你会觉得那个整个扣大一直挖，一直挖，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绝那种，每次挖都是虾，每次挖都是鱼，满载而归。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？来，我们现在要开始围网了，因为我们现在一直不断在抽水嘛，所以水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少。啊，围网我们需要分开站，或是做什么吗？左右两边，一脚踩着，啊手拉着，然后这样两个人。OK， 好，像那个底拖网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我们现在就是底拖网。那阿姐你拉那边，啊我过去。好，沙地跟艾美在中间，对不对？对。哎，你们有没有在动？没有。有感觉到有鱼在撞，那就是进去了。嘴巴边那里有一只。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有鱼会撞，哎，跳起来了。我没有感觉耶。我们那边就是脚一直走到岸上为止。但撞很厉害。哦，来哦，好期待哦，有了有了。哦，有虾有虾。有虾。哇！还有虾，外国虾，大只的。来，集中集中。哎，那这样的过程要几次啊？就拉上觉得没有什么虾的，然后就下钩了。剩下就留给黑面皮鹭了。黑面皮鹭吃的。哎，这样看得出他们都吃超好的。对啊。他们虾子都是这么健康这样。哦，对对对对。就尽量跟它贴着水底这样。有没有感觉？只有两个护腿的感觉。有吗？你有扯我吗？艾美。别嘛，互相扯后腿好不好？有，真的扯。其实来到北疆区的地方，其实外面看起来是很平凡，可是你不会感觉到，就是有一群年轻人就这样默默在这边打拼，用自己的力量，用自己的行销方法，然后将北疆区的美传导出去。水快干了，各位。啊，只剩这一小池了。还有，这里还有。啊，有一个大只的。哇，哇，哇，哇！等一下，还有，还有，还有，我这是什么啊？爸爸。我的脸脏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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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抓到天霸王。好棒的收成哦，好好玩哦。哎，你们看，白鹭是他们去吃了。哎，立马。哎，狂吃他们的。他等很久了。那个不好意思哦，收费599。这个画面很棒。这个完完全全就是我们很喜欢去提到的，我们在人为的轻微干扰之下，跟这些动物共生，有经济价值的捞起来，其他的留给生物使用。而且你看，他们也应该也很习惯，就这里的作息，然后也知道。我们人在这里，但他们还是安全的。看到今天鱼获的满满，有没有想到其实渔民真的是辛苦？对，但是我觉得今天这种体验真的是难得，这辈子目前就第一次。我觉得太好玩了，
这真的是一种跟生态、跟环境、跟生物完全结合的一种方式。不管是大朋友、小朋友，都一定要来参加一次，因为太有趣了。跟自然一起共处的观念，也才会植入到人心。因为你光讲或者看教科书，你感觉不到。但这样子，你看到我们一来，然后花露师们很多，你就会感动哎，才会记得。很像我们那个 buffet 的餐厅，五点一开，然后客人就一口气涌进来，这样子的感觉。我是一个主厨，如果满满身后全部都是客人的话，我觉得很骄傲。刚刚就是那种一模一样的心情，对，超开心。这是我第一次与白露丝有这么近、这么近距离的一种接触。刚才我们在收，其实我们收得很用心，也收得很用力。但是年轻的朋友他的想法是，我们不要收那么干净，留一些给我们这在旁边等待的白露丝。我觉得听了以后相当的感动，因为真的，我们怎么跟环境共存共荣，这就是一个最重要的观点。这次就不是妹煮的哈、啊，不是不是，这是我们的好朋友柏林大厨正在里面努力。哦 ，OK， 那真的好。主厨有没有什么建议？来到先，我先帮大家介绍一下，第一道很特别的，陈蜜乌鱼软。陈蜜乌鱼软，它是乌鱼的生软哦，是卡搭一种。对，这个很少见哎，一般都是干料的。你们先试看好不好吃？陈蜜好像没有吃。对啊，对，他其实很擅长这样子的一个私厨技巧，所以在这边煮的都是我们平常外面。吃不到的，好好吃哦，有那种焦糖脆脆的感觉，然后它里面是浓郁香滑，太棒了。因为它刚好里面那种乌鱼生软啊，所以很像奶油，然后配上焦糖那种感觉。你刚刚形容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完全颠覆我对乌鱼子的感觉，很像奶油煎南瓜的甜，但是它又有乌鱼子的鲜味，好吃，对不对？好吃。再来下一道，这么冷的天气，麻油乌鱼煮，冬天就是要补麻油，对吗？而且这个乌鱼很特别，因为我们会把这个鱼肉看成一个壳，因为我们要的是软的。啊，我他在以前老一辈的眼中，他们觉得不好吃，原因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以前野生的乌鱼壳皮啊，没有在做放血动作。如果不加开，我觉得很以前壳皮。但是现在我们养殖乌鱼其实都一定要做放血动作，所以跟乌鱼它加开的没有那个味道了。尤其他们家放血的那个技术很好，完全没腥味。它这个鱼肉吃起来不输高级海鱼耶。大部分我们传统吃的那种红烧乌鱼。你会觉得吧，有点像像吧，然后这个还有肉汁的那种感觉，超棒，完美，真的完美。你试试看这个虾，这个才厉害。我们都知道你吃虾会过敏，吃这个绝对不会。这是真的对虾过敏。我以前吃都会过敏，因为我通常是对有壳的虾过敏。有壳的虾过敏，我也是。有无壳的虾吗？就是要人家，就是要虾。它的肉很顺，你问阿姐。如果这个虾不新鲜，我咬虾头，大概30秒，我嘴巴就开始咬。这个我嚼到现在，那个肉又脆，该说那个牛棒。它有个淡淡的香气在里面，牛蒡最香，我觉得这很棒。因为牛蒡也是算在地食材，就是以我们这边区域会种植的东西。对，因为这边家里就是牛蒡的产地，在地成分比较高，不是那么多蔬菜那么好种这样。还没结束，最后一个炒高丽菜。平常炒高丽菜都用猪肉啊，用黑皮下去添胖，它用鱼皮的部分，充满了胶质，然后充满了鱼皮香气，整个香气非常的舒服。我知道它很像那个会画龙点睛的那种，对，一点点。鲜味，那种肉香啊，就整个出来，我也要，很越嚼越香而且不只是鱼皮好，高丽菜好，它炒菜的功力，锅气真好，对，锅气，对哦，这每一道都不分轩制，这菜每一个都好吃。重要是它把我们的胃带到另外一个城市，完全不一样，因为很多口味我们在外面根本没吃过。柏林帮我们端汤过来，大厨大厨，来来来，久仰大名 ，Hello， 太厉害了，谢谢，可以吗？吃起来都好吃，好吃，可以可以，谢谢，对啊，太好了，他们对你的菜赞不绝口，之所以会好吃，都是因为创辉养的好，对，一部分都养的好，煮的好，对，太好了，很棒，那这个汤是什么？这个是虱目鱼的药膳汤，然后我用的是
黄芪还有虚参啊，都是养气的一个食材，就是大家天气冷，就是身体虚，对不对？比较暖一下，比较养气，比较操劳。对啊，多喝两碗，多喝两碗。穿着就知道。你是不是因为多喝了很多碗？对对对对，没错，都有适合。谢谢。太棒了，太棒了。好，那你们慢用啊，我里面在忙。OK， 好，谢谢。OK， 来，哎，那我们就不要客气，自己先盛汤，喝一点，来养气一下。这边全部是年轻的男人，我觉得年轻的好处是创意无限，因为他真的把所有好的食材用创新的料理方式带出一个新的风貌。他们还是有留那种传统的底蕴在里面，古早味的东西他们还是有留，就是兼具传统跟创新的结合。真正天然的日晒海盐，西部顶级的盐就在这里。我遇到的职人都只有工作30-40年，做66年的很少见。荒原，生命之树刚好夕阳下来了，太漂亮了这个时间。好，来准备喽。哇，来吃火焰小纯鸡。来，各位乡亲大家好，我是静山落海过一年，在1点的时阵有一个分享会，欢迎咱的乡亲到阵来开讲。